综艺盛典全新亮相，精彩的对抗让您大饱眼福。这里有最犀利的嘉宾评审，这里有最卖力的明星队长，这里还有最给力的才艺选手。看炫目的绝技表演，听悦耳的老歌金曲，聊动人的情感故事。每周四晚21点，让我们一起锁定综艺频道，精彩这一刻，今晚看你的。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新一期的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本节目是由香丹青独家冠名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我们的两组嘉宾来到舞台上进行才艺的比拼和游戏环节，争取他们获得转动幸运大转盘的机会。来，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观赏嘉宾，他们是演员王璐瑶，欢迎你。你好。演员张大礼，欢迎。歌手刘媛媛，欢迎欢迎三位，接下来呢就要聆听你们的精彩点评，好吗？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两位明星领队，带领着今天的两组明星队员闪亮登场。掌声有请卓林战队。掌声有请李伟健战队。卓林老师好。好，伟健，伟健老师好。大雷好。哎呀，我最喜欢看你们二位当队长。为什么呢？热闹啊。对，我们俩有差别是吧？你看一个胖点，一个瘦点，一个眼睛大点，一个眼睛更小点是吧？什么意思啊？上来就哎，我喜欢的就是这个劲儿。对，是吗？队员还没比呢，队长已经打起来了。对，你的队员是跃跃欲试。当然了。先来介绍一下。你看，我先介绍一下啊。我们漂亮的姑娘云朵，大家好。长得非常帅气啊，一定要支持队长，而且队长一上他就跟着上的丁鱼。啊，个子高，长得美，歌声美的楚海辰。这不对啊，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三美的时候你的笑容都不一样？因为我按耐不住我心中的爱慕。因为你心里美，对吧？对。接下来来听一听卓林老师介绍一下您的队员。那个我们的队员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咱们中央电视台那个电视剧频道非常优秀的漂亮的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季欣。大家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综艺盛典。据我所知啊，季欣呢还是咱们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是吧？您是说第三种人是吗？男人、女人、女博士是吗？真是了不起！你能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吗？不，没有，硕士还没毕业，你就先给我定一博士的目标，你还在正常范畴。哎，掌声祝贺一下吧，来吧，是吧？谢谢、啊，谢谢大家。那个。这小伙儿大家肯定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星光大道的年度总冠军叫什么？张宇。不是有一个唱歌的叫张宇生啊？别，我们就叫张宇。谢谢，让我夺得很高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那个张宇生是我的偶像啊，也是模仿他的歌啊，才让所有的观众熟悉啊。谢谢大家。我们这位美女，大家可能有一首歌叫。这个走天涯，我想很多朋友都特别特别的熟悉。叶蓓文，来，掌声欢迎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叶蓓文，很高兴来到综艺盛典，真的很开心，谢谢。哎，不得不说啊，伟健，哎，我觉得在吹牛这方面啊，卓林老师要胜于你一筹。真的吗？你没觉得吗？他是挺能吹，哎，但是他呢，这个技艺不好。
智商略低，所以呢，人要张扬一点，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只能吹。这样吧，这个舞台是承认实力的舞台，对，同时呢，也是考验大家今天小小运气的舞台。所以结果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首先呢，要开始我们的第一轮比赛了，来看一看双方首先派出的队员分别是谁。李伟健，你第一轮派出的是选出我们这边最帅的小伙子丁鱼。好，卓林，你派出的第一位是我们队最漂亮的啊优秀的美女季欣。好，让你记忆犹新。谁先出战呢？让我们的灯光选择马上开始。你们的加油声啊，一会儿要有了。三二一，请。我们看到灯光选择驻守在了卓林战队，所以首先出战的是季欣。来，我们的口号是季欣，今晚看你的。谢谢张磊，谢谢季欣，第一个大砖头就这样抛出来了，不是好好听啊？大家知道吗？季欣呢，可以算是我认识的主持人当中啊，最有生活品味的一个。确实是比较喜欢看书，但是最近真的很喜欢旅行，因为古人讲说咱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吧？我觉得这两者其实是个并列的关系，读书是向内精神的旅行，而阅读呢，我觉得这是向外。我们去探索宇宙苍穹，所以喜欢行走在自然之间，然后汲取更多的能量，然后回来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可能就满满的这种信心在台上，是吧？没错。而且呢，祝你旅途愉快的同时，刚才你唱的歌祝你平安最适合送给所有的驴友们。你说的太对了。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啊，感谢张磊的邀请来到综艺盛典，特别想把这简单的但是发自内心的祝福送给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包括所有的电视观众，其实就是这四个字，对吧？祝你平安。没错。来吧，听一听我们今天三位观赏嘉宾，他们听过一位主持人在舞台上唱出这样的歌声会有什么别样的感受。我们先来听一听我第一次看到来这个演播室的我们的嘉宾演员王璐瑶，璐瑶姐您的感受啊。你好。其实我看季欣选的这首歌，我听了以后心里非常舒服，
确实，那个金星这个台风啊，非常的文静，动作呢还特别的干净，然后选的这首歌吧，和他的外表、外形，还有那个非常和谐。对，太高的赞誉了，我会努力。来，刘媛媛，媛媛姐，您的感受？这首歌的作曲呢是刘青。他正好呢就是我唱的那首《五星红旗》的作曲，所以我对他很熟悉。那么这首歌呢他也自己也非常喜欢，经常在唱，所以我感觉到呢，就是你唱的时候呢，把这首歌就是词曲作者他们的创作者的那种心声表达出来了，我觉得在感情方面处理得很好。我觉得那最后我们来听一听张大礼老师的您的感受。不要这么严肃的表情哦。不是，确实这么半天我就犯愣啊，这个惊着我了。因为我很多电影电视剧都在中央八频道是的播出，而且呢巨星给我们做主持人，我真不知道他会唱歌。今天来参加这个，刚才他说的，我说你是评委吗？说不是，我唱歌，我半天没原因，我得看看他唱怎么样。这首歌我太熟了，刘青跟那个孙悦原来都是我们铁道兵的，当时没出道的时候，这歌刚出来我们就在一块儿，知道？我也没想到这么火。后来为什么呢？因为这首歌脍炙人口，祝你平安，祝电视机前和天下的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永远平平安安，这歌的寓意特别好。而且我没想到他这嗓子这么好，哎呀，真的不是说捧着你，当着这么多朋友，咱们为他鼓鼓掌行不行？太棒了。谢谢。那以上呢是三位我们观赏嘉宾听后的感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和你同轮竞争的李伟健战队的丁瑜的表现，好不好？人家都是专业的，他是专业的，而且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来，让我们来看看今晚丁瑜的表现。丁瑜，今晚看你的。中荷塘花中流，半城扶疏半城湖，大明多盼美人留，秀色惊艳茶香满楼。可玛雅浅水满船，将心卷崩蕊珠圆，银河白池深绿荫道晚，千万次回首，生死将难由。后泉水流啊流啊流，怜香的人啊归来游，梦中回眸那姑娘已在我左右，神仙眷侣悠悠。后泉水流啊流啊流，乡人已在宽厚里下喧嚣，拥抱家人的问候。后泉水流啊流啊流，思乡的鱼啊游啊游，温暖的歌谣流淌在我心头，绵延古今悠悠。后泉水流啊流啊流，暖阳怀抱老街杨柳，一城一壶酒，万千杯流。要拥抱家人的问候，
温柔的城遇见你，我不想走。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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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谢谢丁宇，来谢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听听你们战队的加油声和欢呼声，好听不好听啊？好听啊，那是当然啊。可能丁宇他本人大家不熟悉，但是他作曲的歌一唱出来，可以说首首脍炙人口，比如说这个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晚会的开头曲《相亲相爱》都是丁宇的大作，包括我们节目的《幸福节拍》。对对对，哎，可能大家对我的人不太熟悉，但是我的歌大家都很容易传唱。对，这可是一位才子，要感谢大家对我作品的认可，谢谢。那接下来呢，我觉得刚才这首歌应该是你最新创作的。对，是一首我的新单曲，它的名字叫什么？叫泉。哇，泉，真的是歌如其名啊，让人听了之后就是心里有一种非常纯净凉爽的感觉。哎，凉爽的感觉。虽然现在呢已经到了深秋时节，但是似乎呢真是到了夏日的荷塘边，然后身旁一股往外这种细细流着的泉水，没错，不仅浸润了自己的心，同时呢也可以说是动听了我们每个人的耳朵，对吗？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三位观赏嘉宾听过之后的感受。首先有请刘媛媛。丁宇呢，我很熟悉他，最早熟悉他呢，也是因为他的作品，就觉得他真的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一个这个多面手，我觉得他能唱歌，还能这个作曲。这在艺术界也是很少见的，而且他的这个作品各个呢质量都很好，大家都很喜欢。我和他也合作过一首歌，就是我是我榜样那首歌，在很多地方也大家也都很喜欢啊。我记得那首歌是一个跟少年儿童有关系的一个公益活动的主题歌。对对对，青春正能量，我是我榜样，就是没错。这个内容也特别好，歌曲的旋律也特别好，也特别有动感。所以呢我就觉得丁宇刚才这首新歌啊，我听到以后呢就感觉到特别有诗情画意，特别有意境，也特别有画面感。所以这就是一个曲作者的就是最厉害的最独到的地方。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大李老师您的感受。我觉得丁宇呢，就是从他的歌声当中确实听出来了，他这个人不但歌写得好，唱得好，而且人长得也漂亮。漂亮，这怎么叫漂亮？你可以说颜值高或帅气。颜值高就是漂亮，为什么？他个儿特别高，而且我觉得跟您站一块儿，我觉得真的真。我不是个高，我是根儿高。你想想，就他这个了不得了。我听出来老师的意思了，就是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我还单身。那个，这个我不单了。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哎，我是不是走错棚了？咱隔壁是录相亲节目的是吗？对，《非诚勿扰》。好了，最后来听一听王璐瑶您的感受。我觉得这个丁宇老师啊，唱歌这个传情传得特别好，就是确实他这个歌，我就听两三遍就特别容易传唱，而且呢，就小感觉我也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影视啊还是歌曲，最主要是能不能够会不会传情，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点做得特别好。正好最近我拍了一部电影啊，叫王羲之啊，我演王羲之夫人，然后我们那个制片人正好也想让我那个找这个片中的音乐呀主题曲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来到这个综艺盛典啊，正好看见丁宇老师，我也很想跟他聊一聊，如果能为我写一首歌，哎呀，那时候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一个重要的心愿啊，因为这首歌让我来唱，啊，丁宇老师 ，OK OK， 那我太荣幸了，这样就答应了，我以为后面还得谈谈合约什么的，好的，那谢谢谢谢三位，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您的比拼环节了，这一轮比拼呢有点小小的难度，难度在哪儿？来看一下我们下面这位达人的精彩表现。
谢谢谢谢管鱿鱼。好的，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第一轮精彩的比拼环节了。那鉴于刚才呢，我们看到了比赛内容的技术含量还真是有点高，所以在我们的三位观赏嘉宾要做出预判之前，我先给三位来见识一下我们两位队员的基本素质，好吗？来，管鱿鱼出一个小小的动作，两位队长来给我们演示一下，好吗？啊，这个动作叫做胸转，胸前滚，然后这个就是像就像打太极一样。好。哦，像打太极的动作一样，来。好难呀。哇、哦。来看一下两位队长，掌声响起。队长，看你的了，队长。可以，加油！可以，可以，可以。我们队长还是可以的。此刻2-0，来第三个动作。是了，我以为玩儿呢。第三个动作叫做切西瓜。切西瓜，哎，跟你的有关系了。切西瓜，来。左手拿球，对，右手手心上下。先左手抛球，接住，试一下，哎对，然后抛的时候手从下面切过来，哎，这简单，这个有难度吗？这没难度，得加快速度。哦，有速度，队长队长，一定要保持住，队长队长，全看你的了，队长。我觉得这个胳膊短点的合适，占便宜。哎，我们和张磊，我们做的不错啊。好的。明显看到哈密瓜的求生欲更强，对，你慢一点啊，你慢一点、哎、看来不错是吧？那接下来就让两队共同体验我们的高难度的篮球比赛。一会儿呢，我们会1分钟倒计时，两队接龙来投球，哪一队的投球总分高，哪一队将获得我们本轮的最终胜利。那接下来呢，考验我们三位观赏嘉宾判断能力的时候到了，你们要告诉我究竟在下面的比赛当中哪一队可以获胜。如果猜中了最终结果，您将可以竖起一个小小的奖杯。我们的四轮比赛之后，奖杯数最多的观赏嘉宾将会获得为自己转动幸运大转盘的机会。来，三位评审嘉宾告诉我你们的预判结果。首先有请刘媛媛。我预测李伟健的。好，李伟健。张大力老师，我预测卓林。卓林1-1，现在看一看王璐瑶。我也预测李伟健。好，2-1，究竟谁能获得胜利？让我们拭目以待。鉴于刚才的体验性比赛呢，两方的比分已经是2-1，当然那个比分不计入最后的评判，但是他能选出谁先出战。来，我们能力最高者首当其冲。来，有请李伟健战队首先出战。60秒啊，1分钟倒计时。李伟健战队1分钟倒计时，开始。现在已经3秒了，赶快拿球。好，下一个零分。没进是吗？哇，依然没进。太棒了！哇，居然是女将投入了第一个。哎呦，看云朵，时间过去了20秒。哎、好，哎，差一点，好可惜。海琛，哇、两名女将各投入一球，还有30秒，现在是6分，3球6分，加油加油，加快速度。好，来看看，我们男将还1分，哇、丁宇一球。现在总分哇，12分，哇，云朵，还有最后的全场倒数，5、4、3、2、1，停。我们来看一看李伟健战队在阴盛阳衰的队员素质的基础上，最终的得分是21分，恭喜你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卓林战队的表现。接下来来看卓林战队的表现，1分钟倒计时开始。哇，哎呀，可惜啊，刚才那一战队此刻已经得分了。啊，得分，
加油。哎呀，到目前为止除了队长给力，队员还一个球都没有进。此刻队长的心情有点着急。呜，队长一人得了五分，我季星得了三分。张宇加油，来，叶蓓文，哇，不错。最后五秒，四、三、二、一，停。张宇，来到我身边来，想采访一下您刚才最后一球发球之前的心情是什么？就是特别那个激动啊啊，就想来一个就是六分球啊。哦，那我对你有所误解，我以为是你巴不得把你们队长像那个球一样扔过去。不难。好的，我们来看看最后呢，我们卓林战队的得分14分，所以恭喜李伟健战队获得了本轮启动幸运大转盘的机会，来，请上大转盘。好的，接下来呢，马上要启动我们的第一轮幸运大转盘了。在这里，我们要感谢香丹青为本栏目提供奖品赞助。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获胜方李伟健，第一位出战的是丁鱼，你可以首先选择你要的幸运球的颜色。我要白色。白色，那么黄色将属于季星。来，好嘞，有请丁鱼启动幸运大转盘。谢谢丁鱼帮我抽大奖啊，谢谢你哦。来看一看，我跟你讲，白色属于丁鱼，黄色属于季星。哦，还不是最终的结果。刚才我看到了有洗衣机。哇哦，恭喜丁鱼获得的是单反相机一台，季星获得的是空气净化器一台，正合我意，谢谢啊。在我们生存的这个城市很重要。你得请我吃饭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看你们的队友第二轮选手的精彩表现。接下来两方队长首先派出谁出战？来，卓林。我们队要派出我们的女中的豪杰，这个头，这个都比他们的队长个还高呢啊。叶蓓文。好，那伟健。我们就派出人美名字美的云朵。好，究竟谁先出战？灯光选择马上开始，三、二、一，停。我们看到灯光选择驻守在李伟健一方，所以首先出战的是云朵。来，你们的口号是：云朵，今晚看你的。
是可以站在山巅之上欣赏天空的白云一样，我觉得你的歌声真的现在挑的歌曲都越来越高了，但是听你翻唱的歌多，有没有真的潜下心来去找一个像丁瑜这样的作曲给自己量身打造一首歌？原来呢，我刚开始爱是你我就是火了以后吧，就2011年的时候发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叫云朵同名专辑，第二张呢叫倔强，那第二张呢倔强的主打歌也是我自己词曲写的，今年呢这个月刚好又发了一首歌曲叫做云归，这首歌曲是我的好哥哥金志文哥哥给我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两句他最华彩的部分好不好？好的，想不想听最新歌曲好吗？云归有两个版本，有一版是羌语版，然后有一版是汉语版，大家要听一下羌语版的吗？你要这样问就吵起来了我们都想听，你就挑最好听的一部分好吧，来羌语版云归。这几年呢看着云朵啊在我们所有的舞台上越走越高，此刻站在你的身旁听你唱这样一首寻找自己初心的歌曲云归，也是让我内心很有感慨。刚才这首歌云归也是代表了我自己的，就是这一路以来，因为秋天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那么这首歌对于我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首歌曲，我也特别的在这个季节我也特别感恩所有一路以来帮助过我所有的贵人以及我所有的恩人，我无以回报别的什么别的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歌声和我自己的这样的原创的作品来表达我心里的这份感恩之心。就像那句话说得好，无论你走得多远飞得多高都不要忘记自己出发的地方，是的，好吗？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观赏嘉宾听过之后的感受。首先有请张大礼老师。刚才呢唱的是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首歌首先是脍炙人口，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哎呀大家都在听啊，刘欢老师演唱的，是而且都在唱歌颂咱们人民警察的一首歌曲，所以当时我也是听愣了，唱得那么好唱得那么高，有点敬仰的意思，而且马上您又让云朵唱了一个云归，云朵回归自然啊，我觉着就是说不忘初心，首先一个感恩社会感恩他的恩人，我觉着这个小孩啊太好了，歌声好人心好，而且他是从羌族来的，而且是他没有任何的包装，
实打实的把心献给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所以他的嗓子天生的那么好，而且一步一步走到了现在，云归了。谢谢谢谢大力老师。好，谢谢，接下来来听一听刘媛媛您的感受。云朵她有自己独特的音色，尤其是唱得越高，会更加展现她自己的实力。而且我觉得，她呢就是把这个原生态的东西和比较有，就是更加内涵的那种东西结合得比较好。唱歌呢，而且有自己的原创音乐，这点是很难得的。原创，而且能够唱到老百姓心里去。而且他原来和刀郎的那个合作，因为刀郎我也比较熟悉，他和刀郎的合作也挺成功的啊，所以这些年也是作品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好发展的，祝贺你啊！谢谢谢谢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来看一看和你同轮竞争的卓林战队的叶蓓文的战绩如何？有请。叶蓓文，今晚看你的。谢谢。哎呦，今天我是第一次见到你啊！但这首歌曾经是非常火的一首网络歌曲。对，这首《走天涯》是2009年出的，然后2010年下半年开始火起来的，而且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大街小巷。那接下来来听一听三位观赏嘉宾听过之后的感受。首先有请王璐瑶。一个歌手吧，要是有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就像演员有一个代表作一样哈，最主要是作品。所以呢，你有一首这么样的一个《走天涯》，能够这么传唱、这么广泛，在网络上这么红，也特别的祝贺你。所以今天呢，又亲眼看到你的台风啊，唱这首歌，我感觉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好听。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谢谢陆阳。对，我来听一听媛媛你的感受。有些人唱一辈子，说实话唱的也挺不错的，我们很多的唱的很好，也唱了很多作品，但是真的很难留下一首代表作或者大家特别深入人心的那样代表作。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来说，你是很幸运的，而且我觉得你这歌路选的也特别好。你还可以继续找老猫或者是其他的，就这种动感的力度的歌曲，有力度的动感的这种歌曲挺适合你的。希望你再接再厉了。一位歌手一辈子能有一首主打歌，这是一份幸运。对，是。那好，看接下来的幸运呢，是不是接着属于我们的叶蓓文。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精彩的游戏比拼环节。接下来我们的游戏环节叫做抢麦接歌词。首先呢，带领大家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的出题官，他就是歌者舒林，欢迎你。你好。一会儿在我们的比赛环节当中呢，会有5首歌曲，出题官会演唱歌曲的前半部分，
当音乐和歌声停止，请会唱的那一位站在我们的抢麦台上演唱出下一句歌词。一共五首歌，共五分，得分分数最多的将获得本轮启动幸运大转盘的机会。好的，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请我们的三位观赏嘉宾来预判一下哪一队将获得这一次游戏比拼的胜利。首先来听一听王璐瑶你的预判。我预判李伟健。好，依然坚持上一轮的答案。来，大力老师要不要换一下？这个你说卓林，你们哎呀，你说说这把你千万别猜我们，因为这把我们肯定赢。给我们加加油嘛。这把给我们加油。有张宇，有叶蓓文。对，我觉得这几个人都成，我还支持他们。你看，谢谢谢谢。您就看了刚才热身赛，您才打算来。妍妍姐，李伟健。李伟健，答案和上一轮一样啊，看一看眼神这一轮究竟幸运女神会青睐谁。来，请听第一支歌。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请接。情人去难留，来大声地说，张宇。情人去难留，好，抬头望天空。好，恭喜卓林战队的叶蓓文演唱完整。谢谢。好，卓林战队加一分。来，请听第二支歌。莫随千山多最爱，风也跟风也跟，白花过山风也红最近。莫随水中多变化，水也清水也静，有情似水爱共永。回答正确，恭喜卓林战队又加一分，2-0。请听第三支歌。他迷糊我，他告诉他平时不停歌。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回答正确，楚海晨。李伟健战队加一分，2-1。请听第四支歌。这把让我没拽出来。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山水一方。楚海晨，楚海晨，多年的演唱经历，从来没听过你的演唱水准会差到这个地步。你必须站回来再唱一遍。不，他们太暴力了。有个问题，他太暴力调职，牙子都磕破了。对，算工伤吗？牙都干掉了。人在水一方。回答正确，恭喜楚海晨。此刻双方打成了2-2。鉴于刚才在争抢过程当中，叶蓓文差点损失掉一颗门牙，请在最后最终战局的比赛当中，双方本着友好的方式啊，安全起见，好吗？
因为不能不这样，因为他要咬人，你知道吗？不，他们太暴力了，他们太暴力了。那我们先抓着话筒，还在前面，我们继续，我们斯文一点。欢迎牙膏厂家和我们联系，联系叶贝文的电话：12345678。来，谢谢大转盘的机会，谢谢你们，明明是我来请上大转盘，也谢谢舒林，谢谢，来，掌声送给舒林。接下来进入到了我们第二轮启动幸运大转盘的机会，在这里要感谢香丹青对本栏目提供奖品赞助。刚才获胜的呢是李伟健战队，所以首先由云朵来挑选幸运球的颜色。我选橘色。橘色，那么白色将属于叶贝文。是的。来，云朵启动幸运大转盘。下面别来个牙刷啊。你是什么颜色？是白色。它是黄的。黄色属于云朵，对吗？白色属于叶贝文。好，云朵获得的是单反相机一台，叶贝文获得蓝牙音响一部，恭喜！太棒了，太需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在这里要恭喜竞猜李伟健战队获胜的，同样是我们两位女观赏嘉宾，再次恭喜，各拿出一尊我们的小奖杯。此刻，张大李老师可以发表您的获奖感言。你气死我了！准确的说，这叫失败感言。获奖感言，不是那个大李兄，真是对不起你，我们这成绩按你的头型去了，是吧？没关系，还有机会，我们还有两个。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呢？你们是鸡蛋，你们那人家能是鸡蛋吗？我叫眉毛。好的，第三轮比赛环节，双方队长可以有一个选择。可以派出自己剩下的唯一的一名队员，也可以亲自上阵。请问二位的选择是？那个，我们派大李大李。开始拉外援了是吗？我们实在没招了是吧？你们对张宇、你们要是派大李，那我们就散了。好的，那两位队长的选择是继续派队员，还是自己亲自出征？我态度明朗一点吧，我派出我们的楚海辰。楚海辰，来，卓林战队，我们的张宇马上就要隆重出场。好，究竟谁先出战？灯光选择马上开始。三二一，停。我们看到灯光驻守在了卓林战队一方，所以这一轮首先出征的将是卓林战队的张宇。来听一下你们的口号。张宇，今晚看你的。
谢谢张宇，有请。谢谢。我觉得张宇今天啊，是把一首经典歌曲呢，用不同的性别的声音、不同的风格，把它创新演绎。对，特别喜欢蔡琴老师这首歌。对，嗯，对，因为她是个女性歌手。对，但是而且她的声音呢，独具特色。对，属于女中音啊。哎，像我们要是唱这个男高音呢，要翻唱女中音的这样歌，就是非常好听这样啊，音域。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蔡琴和张宇共同来演唱，你的眼神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感觉太好了。要不现场来一下啊？是吗？好吗？啊，来。像一阵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叫人是你的眼神明亮又美丽，啊，有情天地我满心欢喜。好的，我这分加给李伟健战队。好的，那我们其实呢是给我们的三位观赏嘉宾还有观众朋友感受一下。当然呢，蔡琴的声音真的是太独特了，所以才能反衬出今天张宇他的翻唱更是别具特色。来听一下我们三位观赏嘉宾听过之后的感受好吗？首先来听一听圆圆你的感受。张磊唱歌这么好听啊，真的，我们是一家吗？对，五百年前好。很那个乐感很好。我觉得还可以再高一点儿，就是中间的部分，就是刚才我听到有一点那个海豚音的那个意思了，能不能再高一点？我觉得形成一个反差，我倒觉得更好，供你参考。好，回头我试试。我使劲试一下。其实刚才我模仿就是说这首歌呢太深入人心了，对，所以往往我们模仿演唱都是去寻找蔡琴的感觉，当然我是达不到了，但是往往你会听到其中还有蔡琴的影子。有他这首，但他唱的你完全觉得这是一首很熟悉的，但是不知道是谁的歌，其实是你自己。其实也是有一次咱们台里录像哈，参加一档节目嘛，要唱这个经典的老歌之后，我选的这首啊，唱完了之后，我是在录音棚里哭着唱完的。啊，确实心里边就是感觉，而且这个歌词写特别美，好多事情就是不要说的那么清楚，往往是这样的，隔着一层纱一样的啊。让你想起了谁的眼神？我想这个人还没有具体的啊，想起你了。你错了，今天现场眼睛最漂亮的应该是王璐瑶。啊，还有啊。拥有最美眼神的路遥，来听听你听过之后的感受如何？你一张嘴都觉得，哎，你这种声音，你这种情感的表达呢，就是特别的连贯，然后呢，也是能充分的感受那种爱暗恋的或者那种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首歌那个包括发挥的特别好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就是不管哪些经典老歌，就是每一个歌者呀，都能用自己的表情、自己的传情方式、自己的风格、自己不同的感觉，然后唱出自己的味道，让大家产生情感共鸣。嗯，非常好，谢谢。好，谢谢王璐瑶。谢谢。接下来呢，谢谢要请出你的同轮竞争选手了，也是一位唱将，而且演唱的风格呢与张宇完全不同。让我们请出李伟健战队的楚海辰。楚海辰，今晚看你的。梦山
谢谢谢谢楚海辰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曲，这一曲歌曲的名字应该叫做《愿亲人早日养好伤》。这首歌是我老家的歌，因为我就出生在沂蒙山。我重新把这首歌，因为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然后我又重新编曲，重新来演绎，也在央视也唱过几次了。所以是我们的沂蒙山区的小调这样的歌曲，然后经过了你的重新的编排。哎，对，这是一个舞剧，芭蕾舞剧叫那个沂蒙颂里的一段曲曲。所以刚才我说过了，楚海辰带来的歌曲风格呢与张宇完全不同，但是能给我们的观赏嘉宾带来什么样不同的感受呢？首先来听一听大力老师您的感受。民歌这首歌太熟悉了，重新演绎以后呢，感觉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现在呢，作为我们年轻一代来讲，无论如何就应该那个向老一辈的革命家致敬。我觉得就这首歌确实勾起我们回忆，向无数的革命先烈致敬。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海辰和我们的所有队员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第三轮比拼呢是一个力量型的比拼，所以呢在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啊，我要请上一帮年轻人来看一看他为我们展示的中国力量。我们要请我们下面游戏环节比拼的所有选手上场了，他们可是具备了力量型的选手。为什么这么说呢？请我们的三位观赏嘉宾来看一下，让我们有请所有的队员登场。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东北的卓林战队，请队员到队长的这一方，给你们的对手来自西北的李伟健战队。现在上场的是来自西北的李伟健战队，明显有一位男队员已经落在了后面，显示出他们队伍的后劲不足。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的这个游戏啊很有意思了。现在呢，你们应该是拥有了很多重量的人，有没有力量就要通过我们的趣味拔河比赛来一决高下了。我们的比赛呢是三局两胜，最终获胜方将获得启动本轮幸运大转盘的机会。那在开始比赛之前，请我们今天的三位观赏评委兼裁判
来预判一下，在接下来的比赛环节当中，哪一队将获得最终的胜利？首先有请主动弃权的张大理裁判，给出您的判断。我呀，白猜，我猜对了，也是人家，人家都俩了，我还一个。这说明您的准确性高啊！这个腿都掉下去，其他两位女裁判以这个参照物。那我就这回啊，咬咬牙，继续支持卓林战队。啊，我觉得你们这一队一定最后的结果就是张大理。什么意思？零蛋。你这个没有这个。就说咱们凉快的。好的，那张大理裁判啊，是坚持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精神，对，好吗？我得让他们给我点面子，为你的执着点赞，希望你这次能够梦想成真。好，接下来来听一听王璐瑶你的评判。哎呀，这回我觉得好像卓林他们这穿的鞋啊什么，这边挺有劲儿的，人高马大的，这护膝都戴上了。我告诉你，这家厉害了，兄弟。陆瑶姐，您是觉得高跟鞋具有攻击性是吗？不是，我觉得后面那两位都挺有劲儿的，你看，哦，又高又哎呀，亮，运动员装备上来的。陆瑶姐，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我觉得你看，你写歌作曲，人家这边，哎，人家这边完了那个，我觉得你们好，哎呀。我选谁呀、啊？你说我才，我选不选？我要输了。大家都选谁呀、啊？哎呀，好，谢谢，选我们了。好，卓林，还有这样拉票的，来，卓林战队两票。最后，刘媛媛，你的预判。谢谢。好，行，就这样定了。好，我选卓林。啊，天改了！天哪！这回你们以3-0的劣势。要发起本轮的比赛，退场吧。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不是，你把他那个绳子绳头把他们仨脖子都绕上。好的，来，三局两胜，第一轮比赛，你看人家开始，看到我们的红绳，谁先拉过对方的起点，谁就是第一轮的获胜者。我看到，此时我们的战况很焦灼，略微倾向李伟健一方。李伟健这方加油，加油！这两位队长，来，加油！好，加油！好，恭喜李伟健战队获得了第一轮的胜利。马上开始第二轮，比赛开始。啊，我们看到两位队长已经都主动的加入了拔河的队伍，快点使劲！明显。哎呀，卓林竟然拔不过！哎呦啊，恨死了！怎么回事、啊？我觉得没有进行第三轮比赛的必要。恭喜李伟健获得了第三轮游戏比拼的胜利，也恭喜我们三位观赏嘉宾。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结果，也第一次像李伟健说的，得到了如大理老师一般的分数。观众朋友，本期的综艺盛典今晚看你的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节目是由湘丹青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